Welcome to My Life Move Step Up Series， 日日留喺屋企，不如一家人一起喐啦！由我 Dan Kang 做你嘅教练 ，Let's move！ 今集我同我老婆同仔仔会一齐做运动 ，Are you ready？ Yeah！ OK， 首先我哋会热身先嘅，第一个动作咧系叫 half squat 或者半深蹲。咁我想你哋企膊头咁阔，做十个包半次 ，Right？Tap back 向后。當坐低一半，十個。第二個動作是伸直個手，咁我哋呢度 ，George 咁一位，我哋呢度行前，行前跟住伸直個手，兩邊都做，左、右，十次，一、二、三，好，跟住咧就膊頭，我哋個手咧隻手會向後轉十次，向後伸直個手。你前後都得，跟住我哋咧就 high knees， 你 help me George， high knees， 一齊十秒啊 ，OK， 我咧就爆炸少少，我老婆咧就慢啲，喂，十秒，嚟一次喎 ，come on，let's go， 十、九、八、七、六、五、四，下一個咧，我哋會踢屁股，呢度兩個手翻後邊。腳踭咧，再嚟，離開地下就踢個手，都係十秒 ，right， ready， let's go， 10 seconds， 十、九、八、七 ，last one， 我哋會做十個全深蹲，即係踎曬落去地下，越深越好 ，OK， you ready to squat， let's go， 10， all the way， 十、九 ，you can do this as well， 八、七。同我數啊，好，熱身就完咗啦。下一 part 就 main workout。OK， 我哋而家就開始個 family workout main part。我哋而家有四個動作，希望你每個動作做最少十個。你哋越 fit 咧，可以做幾個 round。第一個動作係 frog jumps， 我哋會企膊頭咁闊，墊地下，跟住伸直個手跳高，越高越好，越爆越好。每一次記得呼吸。墊地下，爆上去，十個 reps，keep 住，背脊 neutral， 腳踭一定要墊地下，離開少少地下都得嘅。Right, two, last one， 好，係。第二個動作咧係叫 single leg hops， 單腳跳，呢個會，呢個會幫助腳嘅力同埋個平均。Right， 我哋會跳十次 ，OK，right。除非你係孭住 BB 咧，我哋就 keep 個 isometric 會 hold 一 hold 平均，不過 balance 兩隻腳都一齊做喎。You swap three, two, one， 好，而家大家咧就 intro 第三個動作 reverse lunge。你屋企有寵物咧，可以一齊玩嘅負重 go go 有咩啊？最緊要咧個狗仔就開心同埋安全，就抱起佢。OK， 記得我哋行後一步落，跟住企高企直踢。OK，total 五個，每邊五個最少，係咪？兩邊一齊做，狗仔唔開心啦。係啦，就放低，跟住咧你自己做可以爆炸啲，就踢。total 十個啊。OK， 兩邊一齊做。跟住第四個動作係 TikTok， 我哋會踢腳嘅。喂，細嘅向細 first，OK， 十個，喂，爆炸啲喎，踢出，跳一跳，哎呦，一齊喐個好嗎？三、二、一，好，你又唔夠啊？或者 fit 啲咧，可以做重複做多三次五次，越多越好。好，希望大家好中意玩個 family workout 啦。而家我哋就做個 cool down。我哋四個動作，第一個動作咧就一個原地踏步 ，right total 都係大約十至二十秒，呢個腳踭放鬆，我哋搭 cool down 個身。第二個動作係拉個四頭肌，我哋會咧拎起個腳踭，仲啊要扶埲牆啦，或者扶張凳，或者扶你個 partner， 你個人得最好兩個膝頭哥黐埋一齊，個腳踭咧就掹掂個臀大肌。每一個 stretch 拉筋咧，最少二十秒先放鬆。
記得兩邊都一齊做。跟住第三個動作咧，我哋會拉埋個 hamstring， 最好咧呢個係一個鋤頭腳，擺前個腳踭，拎起腳腳趾，屈前 feel 到個 hamstring 有個反應 stretch stretch。記得20秒或者呼吸10次，鼻吸口呼，口呼大啖啲，兩邊都要做一樣。屈前 feel 到成個後腿 stretch。跟住第四個動作，我哋會拉埋個頸。最簡單呢、這個企高企直，拉一邊掹落少少，一樣最少20秒，或者鼻吸口呼10次，兩邊一齊做。鼻吸口呼10個，拉一拉 ，feel 到成個頸都有 stretch。好，我哋個 quota 就完曬噶啦，大家記住 check 個步數喎。我哋下一集 Man U Life Move Step Up Series 見 ，Goodbye。